大家好，我是一元，战神十八达之魂 Part 8回来啦。上一个 Part 就从那个火山那边爬上来了，现在就要不懂去哪里啦，要看啦，我也不知道要跑去哪里。然后我昨天就到入了那个叫什么Silent Hill， 我盗录了两个版本，结果两个版本都开不到。我盗录了差不多，两个加起来差不多用了4个小时啊，结果盗录了两个都开不到，气死我！然后就跑去盗录了那个 GTA 那个 YCD， 我盗录第一个不成功。我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时间去盗录的，结果开不到。我就想试试看盗录另外一个版本，看能不能玩到，结果又是玩不到。我一次过盗录两个都玩不到，然后前前后后差不多花了我10多个小时，结果全部开不到，气死我。所以就在想有什么 game 能玩呢。我不要想玩恐怖 game 啦，恐怖 game 我盗录很多都开不到。我还有盗录一个叫什么不懂叫什么，一个恐怖游戏，是讲关于那个主角的眼睛可以看到懂妖怪还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啦。就本来想玩看看的，结果开不到，就算了咯。开是开到，可是他的那个不懂为什么他就游戏玩不到，所以就没有玩到咯，抵力掉，随便啦，唉，很累啊，这个年头找 game 很辛苦啊。下去，哦，好卡，好卡，我看应该是，哦，那边还有一个。打不爆啊！我看那个血够不够啦，我要 up 那个 level， 我要 up 那个这个火哦，还不够啊，还差差不多10多个咯，不够。我再收集多一点点呢，还差一点，要推这个石头。按住，有人放箭，想杀我，没那么简单，弓箭手。上不到去，等，那个有一点射歪了，不是射歪，有一点推歪了那个石头，推进一点，上，打呀么死，放冷箭啊，再放啊，等，不要开声，怎么这个无端端爬出来？好啦，我的命跟那个 power 还有我想应该就不用开先了，先走上去先。这个先开这个先了。拿到一个，还要收多3个。这个呢？羽毛，打不爆哦。用那个跑过打的爆吗？也是一样打不爆。应该没东西啊。走吧。
跳跳，脚太短了，跳不掉哦，跳不掉，跳不掉是什么？跳不到，跳不掉。嗯，保存。保存好了，不要卡，继续。嗯，哦，雅典娜，就是那个女人。Athena, you lied to me. 你欺骗我。The gods lied to me. 大家都欺骗我。My brother lives. He lives. 他走了，他离开了。不理他呀！Don't let your rage blind you, Kratos. There is much you do not know. 那你爸婆。Be warned. 不要吵啦！干得好！走走逛逛。哦，有东西。有点还可以打爆。打爆，比较厉害。钥匙。去找钥匙，走啦，那么多废话，转过去，跳，跳跳跳跳，没有路走，哦，爬墙壁。我进冲凉，啊，他应该是 Spider-Man 才对呀，不应该是个恶魔，反正 Spider-Man 也是看不到土黄。呜、哦，救命！我听到声音。听到声音，呜、哦、呜、哦，哎，嗯 ，I jump, I don't want jump。我上次偷偷试玩过，所以我知道这关要怎样破。我之前打到半死，一直打那个狗，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要拿那个狗去丢那个嘛，那个叫齿轮啊，然后那个齿轮就会卡着卡着，它就可以通过。但是打到半死了，我以为是要杀死那些狗才可以过关呢。浪费我一堆时间，然后我的命又扣完了。扣狗，扣狗，走开！顺利过关，上不了去。走走走走走。嗯？哦，用完了。呜嘟嘟，嗯，给我找个啥？找着。哎呀，你也吃饭了。
拉，这么转就过去。好，走。要闪了，一闪。哦，这个好玩了，我上次玩过，所以我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情。就要推过去，还有一个给你抓着那个东西会过来，所以你要在他回去之前跳过去勾着他。哦，不然你就会掉去下面，被那个齿轮转就碾成一片稀。这里有一个，看后面很难的，推，过去，跳，啊，不要卡，走，我上次看回我弄了影片才发现了，我之前有一个箱子没有拿到。这里哪里？哦，箱子，开箱子。哦，你干嘛？卡在那里干嘛？那边比较凉吗？清。哦，还欠四个。这个什么来着？哦，推那边了。等一下，先。可以压死他呢，我想试一下压死他，试试看啊，管他，还又不是我家人，管他这样多，压死他最好，不重要的人就是要死啊，对啊，没错啊，真的可以啊，安息吧，孩子，安息吧。还是其实还是要按那个按钮，不知道，再等一下下去，走好来啦你，下，再移过去看看，移去那个，喂，抓着，最多只能移到这样，不是移这边的，等一下我过去看那个什么东西发亮。人来的，应该是放那边是不是？然后，门就会开，我知道了，就把身体放在那边先咯，然后我们走，哇，这个游戏想不到还要用脑，然后现在怎样上去？上了先，上去看了先，我要怎样过去？跳得过吗？跳不过啊，这个 O 是什么？然后我快点跑过去，然后他怎样上来耶？这个石头会上来吗？会呀、啊，跳下来干嘛？所以我就是要拉下来先，然后跳去那个石头上面，过后再跑上去。了解，就是这样子。看到吗？你们，我还是有用脑的，不要当我白痴，我还是有用脑的。太迟了，我要想一个快一点的方法，可以爬上去。旁边跳得到吗？不知道。总之就是跳下去是比较快，我们想办法用最快的速度跳下去。这边。不知道，看呢，拉了，好，快跑，下，走，快点，上，又要拉了一次。拉，然后跑下去，啊，然后不是这边，
下，走，快点，差一点，我恨你，我恨你，不用紧，再来，会成功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你们知道吗？知道吗？我干嘛用中国人的口音讲话？我有病啊！再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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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要成功，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我刚刚上到了，差一点吧。看呐，我会成功了，你们相信我，相信我。我要启动认真模式，不要讲话。等了，等了，要重新拉歌，太慢了，它卡在那边了。好，拉了一次，拉了一次。过去，快点跳下去，然后跑过去，跑跑跑跑跑跑跑，快点上，对哦，耶，成功了，终于成功了。那么就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了。